不是业余的一个半马拉松的一个半马拉松，对。可是我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活动。今年也是我们法国夏季的奥运会，我们的开幕式是7月27日，所以我非常希望本年我们可以在法国迎接很多的中国的运动员来法国参加我们的夏季奥运会，希望他们会回国带来很多的金牌。